欢迎回来，新闻中心继续关心的是大埔乡29号下晡2点外，在南寮路段传出有车辆跌落山谷的意外事件。该管消防队下报，马上出动到大埔、中埔和三号救助分队前往事故现场。而在抢救的同时，驾驶员无任何生命的迹象。大埔乡29号下晡2点外，在南寮路段传出着水泥车跌落30公尺山谷的意外，几台车是卡在溪流边，车头严重变形，但驾驶阁困伫内底。嘉义县消防队下报，马上出动大埔、中埔、三号救助队赶往现场。但当时救护人员经过评估，驾驶已经无任何的生命迹象。那我们到达现场后，是因为大雨啊，这个路线啊非常的不好。那预办领导是在一个做拨坎的工程当中啊，那个前轮跟后轮啊倾斜之后啊坠落这个山谷大概40米。那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啊发现那个司机啊已经严重的受伤啊，当将我们救出之后啊发现已经明显的欧卡啊送交家属后啊叫警方处理。水泥车因为工程的施作来到偏僻的山区，当时是落着大雨，路面真滑。现场工程人员表示，卡车的车轮是搞到物件，让几台车失去平稳，跌落山谷。而当时的气候无稳定，加上山岳道路是真细条，是增加消防队抢救的难度。整个是非常难救援，因为这个驾驶的司机是被这个车体覆盖着。那我们应用各种救助器材包括我们像同仁的战机破坏器材跟油压破坏组顺利把人救出。这阵事件，消防队总共出动16位的消防人员，并在现场用钢锯破坏车底，才顺利将驾驶移到车外。新闻大概发大埔乡蔡永报道。